第26题，安娜家有一部2000瓦的冷气机，每天使用5小时，已知一度电排放0.6公斤的二氧化碳，则安娜家30天使用冷气机排放多少公斤的二氧化碳？题目给我们的是2000瓦，2000瓦就是2000瓦，一天用5个小时，所以2×5就是十。千瓦小时，这个就是度，也就是一天用了10度电，一度电排放0.6公斤，所以一天就排放了6公斤的二氧化碳。那我们用了30天，6×30就是180公斤。所以第26题我们说，则安娜家30天使用冷气机排放多少公斤的二氧化碳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180。